像敌国，为了达到什么？难道说为了实干，要煽风点火？我但顾着我，似鬼一般飘过，管不到太多。在压力外度过，为了避免什么，也没有被发现过。我正照在旁，只是哪有算漏我？到我出手，犹如大雨在滂沱。日日像只鬼一般飘过，看了两眼回头行过。日日像只鬼一般张望，为何无人无人教我？日日像只有运浮游过，人人沉迷结果，人人没有奈何。恶斗恶，为何掩饰怕恶？各有各，为何偷偷射博？赶赶赶 ，OT 已经天光，困于电脑房，未尽声有用么？看看我，就连鬼都怕我，放飞刀，为何天天要躲？谁人在背后捉弄我？谁人在背后要令我出错？看见没啊？他们好像在等人呢。嗨，干什么呢？哎！来了来了！哇，这车好漂亮，好有型，简直是 dream car！ 既然 girls 这么喜欢，那我就要它了。下午开张支票给你，OK？ 谢谢陈先生。喂，你们站这干什么？梅姐，梅，怎么样？我的新车帅不帅呀？关我什么事？怎么不关你的事？这新车是你的傻瓜手下送的吗？我坐都不用坐，他们就送上百万给我。我要是不花，怎么对得起他们呢？你给我冷静 ！Girls， 我下午呢约了个客户开会，要不要一起去吃个 brunch 好吗？好啊 ！Girls， 上车。骗了我们，还笑我们傻，他简直人渣呀！希望他马上出车祸。好啊，哎，这也不好。Angie 他们是无辜的吗？我希望呢，他每天上街爆车胎，每次停车被开罚单，这样也好啊。嗯、哎呀，算了，陈查理这种人早晚会有报应的。Michael 说的对，我们不能被人看扁了。对了，你那个 project 有点耽误了，是不是要抓紧呢？哦，还有你们三个。愣着干什么？做事配合 Michael 啦 ！Go go go！ Go go go！ 配合，很有台型啊，不用我教也有阿姐风范。有些事呢，从心而发说出来就自然有气势了。夸你几句就忘乎所以，我告诉你啊，这间公司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，有多复杂啊！哼！哇！哇天怒人怨呢，不劳而获，人心堕落。哇，好强的阳光，有人拼命炫耀。这车很有型，好羡慕啊。能不能给我留个位子啊？贪慕虚荣，贬型港女。没本事就别怨人，死港男。标题真是说中我的心声啊。我也很想这样啊，那么小，你转部门好了。你有没有人家那么长的事业线呢、啊？一个个憎人富贵，嫌人贫。一只豺狼，三只母猪。不过带我玩，我无所谓啊。喂喂喂，嘘嘘嘘，喂，那个钱大军呢？怎么说是超级大富豪？他怎么会突然跑来开会呢？他是永不倒的倾斜的背后投资者嘛，随时扔几十亿在我们的公司啊，来威风下有什么奇怪的？是查理，丢狗，很威风啊，香车美人，一大早就100多个赞。哎，我叫那些女孩别这么高调张扬了嘛，惹人嫉妒就不好了是吧？真太嚣张了。钱总，哎呀，见面了，钱总你好。
我知道都是我外甥女的同事啊。你们不用太拘谨了，我舅舅他很随和的。是啊，哎，好像一家人那聊聊天。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原来他舅舅是投资者，怪不得那个邪话在公司耀武扬威。今天钱董来我们公司呢，是想知道永不倒的倾斜的进展。现在让我们总建筑师米开朗汇报一下。钱董你好，果然年轻有为啊。过奖了，我们的建筑物在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呢，大致上都已经搞定了。不过在选址方面呢，我们还在研究，到底哪个地方呢最合适？地方，地方我有的是。我在中国，在东南亚，在欧美，有很多地方，只要你建得了，随便建。啊，我看每个国家先建一栋，哎，不行。建十栋，我要威风，一定要威风。哦，好，对。但是如果建太多，那不是没有了那个独特性了？哎呀，独特性算什么呀？是，最重要是威风，是不是钱不够啊？包在我身上。好啊，建的越多，赚的越多。对，江子啊，赚的钱你有份吗？这个时候你应该支持Michael吗？我选你的Michael，别再得罪人了。大家这么高兴，我在名人会所订了一个地方，我们今晚尽情开心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晚上还要赶工呢。啊，Michael。难得钱董这么客气，我们就跟钱董交流交流嘛。好，今晚个个都要出席，不见不散。好，钱董太好了。哎，钱董，哦，来了，钱董，钱董，钱董。Michael，你想喝点什么？我。你不用跟得这么紧，现在下班了，你不再是他的助理。就让我这半个主人家好好的照顾 Michael 吧。 Hugo，你作为上司应该好好看着新同事，怎么说这里是高级地方，别让他失礼人了。 My pleasure。 这蜘蛛又吐丝了，他不会轻易得逞的。来来来来，大家喝酒，大家喝酒。哎，各位。哦，有两杯呀，啊，给洛丽塔一杯，她没有啊。OK，洛丽塔，我刚才喝了，舅舅，你喝吧。哦，好，好。啊，这个会所真是 high class 啊！钱总，别以为百忙之中来香港这儿太好了，有几个太平绅士担保才行。对了，反正没开席，先玩两把，玩两把啊。好好好，来，我们玩缺憾，谁玩呢？请随便坐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哎。大则士，大则士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不会，我真的不会啊！舅舅，我最了解 Michael 了，他真的不会，你放过他吧。哦，哎，那你来，你来做啊！自己人就不要下场了，舅舅。哦，李总士，你来，哎呀，钱总，我也不太会玩，你手下留情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阿全、阿丽，他们两个是我跟班，不算是自己人啊。坐坐坐，是。跟班都不是自己人，骗谁呀？啊，既然 Hugo 不太会玩，阿妹啊，你会不会啊？我会，未必逞能哦。既然你会，今晚跟 Hugo 又是一对，那今晚你陪他玩。为什么我跟他是一对？因为你是新同事喽。小妹妹，你会是吧？你跟李董事一起双份坐。哈哈哈哈哈哈。Michael，我们去那边聊天，来。干什么？走啊！他人那么聪明，又有黑狗看着，没事的。Michael 啊，你紧张自己好了。黑桃 K 教牌，第一张随便了，5000。哇，刚进就5000呢，那上下不是很大。哎呀，局外人那么多废话干嘛？走开啊！是是是是是。喂喂，先尝尝鱼子酱嘛。哎，还是先吃东西吧。
牌面还是 K 最大 ，K 叫牌。这把 K 呀、啊？没有。要马上换。哎，真这么不小心呢、啊？哎。哇！这样。十万了，不跟。啊？你怎么样？喂，你可是董事啊，拿出勇往直前的精神给人看的嘛。啊，对。哎，十万就十万吧。好，开牌。K 一对。哎呀，我这一对没有钱董的大，还是钱董你牌技厉害。我早就说我逢赌必赢了。有没有搞错我名字，曹同学？你都跟……为什么 Hugo 不立刻拆穿他？对于我这个舅舅来说，几十万算得了什么？他那个人啊，就是好胜志在赢。他从15岁出来打滚到今时今日的身家，都是这么贪彩头。就算是这样，也不应该是这么赢啊。应不应该这一点呢，就要看看你想要什么结果了。我舅舅可不是撒谎，他真的准备投资澳市50亿啊。你会不会为了赌桌上那几十万而跟50亿翻脸？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脸翻不起了？里面最大。A 队叫牌，那我就5万吧。二，没有。有，快！啊你！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、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把鼻涕擦了。哎，妙来了。跟你5万，再大你10万，不跟。不跟，喂，你是董事啊 ，A 队都不敢跟了啊？跟，这么好的牌当然要跟了，跟你10万，钱总。好，那我先开了啊。A 队，3-2，哇，这把还是我赢。哎呀，好啊，钱总啊，好厉害，来，哎呀，算了，不要紧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去个洗手间。最怕就是碍手碍脚的了。小妹妹，来，你替他来玩啊！好啊，来啊！现在钱董和孙小姐都是顺子面，钱董牌面大，钱董叫牌。又是这一套。有这种舅舅，就有这种外甥女，不怕，我帮你教训他们啊！我试试改他们的讯息。哎，没有，有，换，搞定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擦擦鼻涕吧。好。田董，你手气这么好呢，干脆我们这一把爽爽快快 show hand 了。show hand？ 是啊。你是个超级大富豪嘛，不会拿不出勇往直前的风范让我们晚辈看看吧？你这个小妹妹真有胆量啊，叫我修汉。是啊。好，我就跟你修汉。好。我先开牌好不好？好啊。各位观众，顺子。不过是一条小顺子，你看看我的大顺子吧。啊，钱董，你的顺子比我的顺子小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大顺子吃小顺子，冤家牌太惨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看看，刚才没我是照你的讯息呀、啊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什么事没？哦，哎，我们赢回来了，还有富裕啊。哎，干脆我们再玩啊。哎，全都让你，就这么算了。就是、啊，就这么算了。嗯，还有能赢啊？陈昌礼啊，刚才呢，听你说你好像很会玩似的，要不你来玩？我来玩？对啊。
刚才最多话是你，来下场。啊，不是，我看我赢了多少？赢钱？好啊，我来玩，我来玩。有钱赢，算上我。哎，真烦，算上您了。发牌。哇，逢年过年龄，我们走运了。幺，哎呀，你小心点嘛！哎，擦鼻涕。哎，谢谢。哇，李白，哼，如果想明天不上班，你就捅破喽。十万，十万，嗯，跟啦，还跟啊？是啊，十万呢。你明知道钱董出老千，你还叫查理去玩，你摆明了挖个坑让他跳。他还挖坑让我们的人跳呢，更何况是他们自己贪心。麻烦你晚点上菜。干啦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今晚真开心，吃得好又有钱赢。哎，我们不用等查理他们啊。哦，不用等了，舅舅说今晚想跟他们玩通宵，不用等了。查理最近赚到钱，帮他放放血也应该啊。那我们走了。好，走吧。 Michael 啊，嗯，我今天晚上没开车，那我招待了你整晚，我觉得你现在应该送我回家。刘总，嗯，你送阿妹回家吧。 OK。 嗯，好。啊，什么，老板都已经说 OK 了，你不是想 say no 吧？啊，你这个臭三八。 Michael， 我们走吧。喂，你别让那个蜘蛛精有机可乘啊，他已经那么说了，我也不能硬来呀。糟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送你一程。 Yes。 OK OK。 上车啊。不用担心啊，黑狗那么会照顾女孩子，一定会让阿妹开开心心的。开玩笑的，虽然黑狗是出名的女杀手，但是她也有品味，不会乱来的。嗯，没想到那个孙，阿妹来了没多久，你们就这么熟了。哦，你们还挺互相照顾的。同事嘛，大家都是讲合作。哦，那我呢？也好。也好，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没芥蒂了哈。那 your place or my place。 该死的蜘蛛精，你竟然会这么下贱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你家还是我家啊？哦，先你家，然后再去我家。你说什么？你没车吗？我要先送你。如果去我家，你之后不是要坐计程车回家，那不是绕远了？现在呢，我送你回你家，然后再自己回家，那不是正好？干脆简单一点，我们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啊。太晚了，我觉得应该大家自己回自己家，万一被人们误会我跟你有同事以外的关系，那就不太好了。突然好热，开大点冷气。今晚这样谢谢你啊。谢谢我？我帮你赢了钱啊？不是，钱我是准备输的，不过不知道输多少才能够满足钱董的好胜快感。现在这样好啊，你一个女孩子可以让他知难而退，又可以维持良好关系，而且我们先输后赢，啊，你真是我的 lucky girl。哇，说得我这么棒，我真受不起呀！哎，怪不得 Michael 非要请你，啊，你真是有一种啊，应该是莫名的好运，总之就是 magic。magic，
有没有这么神奇呀、啊？哎，最神奇的是，我就快回到家了。哦，那前面就是了。谢谢你。你不请我上去喝杯咖啡？咖啡？我家没有。啊，不过呢，我也有看电影的。那些男人呢，通常到了那个女人家，最后都是没喝成咖啡，他们都会是啊啊啊。不过说真的，就算我家有咖啡，我也不会这么晚喝，因为喝了我会睡不着觉的。总之谢谢你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有意思。不对呀、啊、Hugo 出了名的好色，阿妹这次不是有危险？喂，阿妹啊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上床咯。上床了？你给 Hugo 他？ Hugo 没什么， Hugo 很 gentleman 啊。你呢？你是不是 gentleman？ 有没有送那个 Lolita 回家？什么？我送了她回她家之后，我就回自己家了。我是担心你啊。我们还担心你呢。啊，担心我？你们？啊，是我了，还有你那三个徒弟了。哦。喂，不跟你说无聊的事了，现在很晚了，我还有很重要的事做呢。就这样。喂。喂。当然重要了，数钱。我今天蹭车坐，开车。其实刚才你这样很危险，你想我接你可以打给我吗？哦 ，sorry， 女人比较性急一点嘛。干什么？哦，没事，你继续开车。啊，说起来呢，你昨晚在那个盘丝洞的门口那里呢？自己能够逃得出来呀、啊，你很了不起呀、啊。我们没事，他有他家，我有我家，大家说清楚了，所以没事。怎么了？哦，没有，我昨天睡觉有点落枕，现在要迁就一下我的脖子。Sorry， 你这么靠过来呢，我开不了车啊。差点就行了，哎。你的肩膀呢，的确很好靠，怪不得那个蜘蛛精呢，那么爱黏着你了。差点，就好了。喂，你快点缩回去。什么？不想你做孤魂鬼呀、啊？神经病，说得我像要占便宜似的。哎呀，没有，我没说你占便宜。我不是说你呀、啊，我说我自己好心被雷劈呀、啊。我真的没说你，说了不是你了，够了，住嘴呀！我没说话。哦，对啊。哇！搞什么呀？怎么这么样开车？那不是陈查理的新车？陈先生，因为你的支票被退票，我们收不到钱。按照车行的规矩，会采取适当的行动。那，我觉得你的态度很有问题啊！我一定投诉你，你等收信好了。哎，陈经理，七哥，你走几级楼梯比我开车回来还慢呢？我现在赶着上去开会，你给我开着点车啊！哇，
你的车100多万呢、啊？哎，行了，我会火眼金睛的把你盯死了啊！那我警告你啊，别让人刮花了车，别让人开罚单，一根毛都不能少。是是是是，哎，行行行行，啊，还有啊，别睁眼睡、啊。哎，行行行，是是是。首先，谢谢大家昨天的努力，我们跟钱董见面非常顺利。昨天我就啊 ，sorry， 是钱董。他作为一个背后的投资者，对于我们昨天的安排非常满意，也很尽兴。这多亏了大家，结果才会这么圆满。不知他对我们的 project 有什么意见呢？他已经决定了全力支持永不倒的倾斜这个 project， 在资金方面呢，他也会无限的协助我。哦，至于在这方面呢，我有一点点的意见。你有什么问题啊？对于钱董作为我们这次这个 project 的投资者呢，我有一点保留。什么意思啊？那因为投资者本身的品位和他的素质呢，直接影响我们整个 project，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清楚呢？喂，钱就是钱，什么品不品位呀、啊？总之，我作为这次这个永不倒的倾斜的总建筑设计师呢，我应该对他负责，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因素都应该考虑得清清楚楚。Michael， 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因为这个 project 呢，你想争取这个创作自由嘛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相信钱董呢绝对会给我们足够的空间的。是啊，是啊，不是，只要我们跟他打好关系，让他知道呢我们有这种能力，那他自然就会给我们足够的创作空间的。所以我再一次谢谢大家昨天的通力合作，让钱董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印象，对我们公司呢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。谢谢大家。如果说的很好啊，其实昨天我们呢在招呼钱董这件事上呢，除了出力之外，我们也花了不少钱嘛，对吧？是啊是啊，这次这么成功呢，公司的开支呢也不算少了。虽然呢，名人会所贵宾厅呢是钱董定的，不过呢，包场费呢是我们公司买单的嘛，是吧？是是。那么我们为了配合钱董的身份呢，就特别订了最顶级的红酒。有这么好的红酒，没理由配 cheap 肉嘛。所以我们呢就 order 了A5 和牛配白松露啊，利用了含有的真空、低温、烧烤法把肉质锁住啊。你说这么多废话，就花了多少钱？也不是很多，12万吧。12万对我们的破劲来说只是小数目，或者为我们带来强大的新投资者做后盾呢？花在这儿，公司报。是是是，对对，天路狗这种老板呢真是有水准的。对是吧？这就叫所谓小财不出大财不入。其实在这件事上呢，我们 marketing 呢这个也破费了一点点钱财啊。是你们 marketing 也有账要报啊？这也是我们 PR 的必要的支出而已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我们要跟钱董打好关系，自然要招待他了，要招待他自然就有个娱乐开支之类的了。那你们昨天是怎么招待钱董啊？大家都看见了，我跟何西尼他一起，李西赫，行了，跟何西尼他呢陪着钱董玩 show hand 了，他兴致勃勃，要玩到天亮才肯散呢。那玩到天亮又怎么样？那么大家都明白了，玩 show hand 呢自然就要有些成本了，那么我们要让钱董他开心，自然就让他赢了嘛，要他赢钱自然就是我输钱了。那就是输了多少啊？不是太多嘛，100万都不到，才90多万吧。那在一个这么大的 project 来说呢，这点钱真是九牛一毛啊，不过是九牛一毛。其实呢，我也有份招待钱董的，我更少啊，只有10万呢。才10万嘛，最要紧是钱董开心。那Michael又有创作自由空间，钱董都说了，无限量支持我们这个 project， 所以说花100来万真的很值得吗？对吧？花的很值得，真的。那还有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喂，怎么样？我的车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事，我要处理一下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们等我回来，我马上回来啊。OK， 既然查理有事要处理，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，会一会儿再开吧。喂，陈经理，喂，老大，你搞什么啊？那
我是照指示办事啊，有什么你打去车行跟老板说好了。啊，行行，我打个电话啊。喂，记住要给拖车的钱呢。就这样。什么拖车钱啊？喂喂喂，哎，别拖我车啊！喂，喂喂，喂！哎呀，啊！你不。哎，陈经理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哎，七哥，我叫你帮我开着点车嘛，啊，怎么会被人拖走了呢？哎呀，他的拖车那么大，他还说你没给钱，而且有证有据，我也没办法啊。哎，你简直就是废物。喂，陈先生，什么事？你问我什么事？我问你为什么拖走我的车？陈先生，刚才我已经通知了你。如果你再不给钱的话，公司会采取适当的行动。我现在有说不给钱吗？哦，如果陈先生现在立刻清还欠账，我们就立刻把车送回来喽。我只是晚了几天嘛。也就是没钱给了。根据公司的规定，除非你在指定期限内付钱赎回车，不然就当你不要了。你还要赔偿车的落地折旧差额，就是车价三成，另外再加拖车费、手续费，总数是32万09460。如果你在限期内清不了欠账，公司会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。你不是吧？我不要车还要给30多万？这是公司的规定，所以无论陈先生你赎不赎回车，最好还是尽快搞定这笔钱。喂，喂，最可恶就是你啊！整天顾着睡，还得我被人拖车，没钱就不要买车嘛。哎呀你，哎呀你怎么搞成这样？哎呀，何心您来的正好，请你管管你的属下吧。我是黎西河啊。我管你是黎西河还是何心你，你们俩做事全都是一个德行啊。哎呀，你还看什么？快回去做事啊。是啊。那好，喂，你说现在怎么办呢？不行，上去说什么都要报那笔钱，不然我给你兜完了，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喂，快点回去串口供吧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。看他那样，看他那样，怎么这么惨，表成这样，这么毁容啊？他本身好像毁容一样了。喂，你们没在现场啊？他摔倒那下特别干脆，真爽啊！活该，让他那么嚣张，现在被人拖车还要追债呀，有报应。什么事啊？说什么呢？哎，妹子，这个被你拍了什么？哇，怎么搞成这样？等等，你刚才不是说去洗手间吗？原来是去拍查理啊。哎，我是关心同事吗？我看你这位同事那么关心他们三个，这叫做礼尚往来，就是趁我不在欺负他们三个。其实他也够惨的了，一个打工的，输了90万，还有黎经理，哇，输了10万，这笔钱可不是小数啊。哇，你不是可怜他们吧？他买车那些钱不一样是坑你三个兄弟得来的？是啊。我又不是这个意思。干脆跟你挑明了，昨晚我知道那个钱董出老千，不过我是专门推他去玩的，但他输钱却不关我事，一定是他自己贪钱自作自受。是啊是啊，总之你最有道理了。这次我认同你。当然。他活该呀、啊！昨天还炫耀新车照，今天车就被收回了。是啊，那今天我再把他的照片放上网，整个故事起承转合就完全了。哎、好啊，好，立刻放，立刻放。天才演员的编剧真的不错啊！你的照片拍得很差的啊，角度取得差，照片也模糊，不知道是怎么拍的。你可能不知道啊，照片放上网之后呢，是压缩过的会更模糊啊。是啊，其实要拍得好一点，免得被人笑啊。嗯，那怎么办？你们三个家伙别多事了，没你也是的。别人无聊放上网是别人的事，你也放的话，跟那些无聊的人有什么分别呢？ Michael 说的对哦。喂，他有报应算了，你别陪他们三个一起疯了。他说什么都对，随便了。唐僧在这讲佛偈，不放不放，不放不放喽。啊，唐僧。
哇！飞姐，你不能自己放了，现在有人代替我们出手了。不劳而获，很快热乎。是是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谁拍到这张照片？而且连拖车照片都拍得很清楚。你们看，是啊，真想知道是谁拍的。哎呀，别管是谁拍的了，他平时健成那样，人人都想拍他喽。他这次不止惹祸上身，简直满脸金呢！你看他那样子，满脸金，什么呀？金啊，就屎啊。哎，你外头长大。哦，喂，上一次呢，我们怀念江姐的帖子呢，我告诉你，她一定有扔屎的。这回是有仇报仇了。是啊是啊，以屎还屎，食屎奉还。好，拜托你别这么恶心了。是啊，算了吧，别搞这些无聊的事了。虽然我们还不至于以德报怨，但最起码也不要落井下石啊。就是啊，又屎又尿的，何必呢？喂，有人回来，有人回来，快开门！这么糗啊，位子还没坐热呢，果然出糗又现眼。 No big head, no big head。 那看清楚了，港女，完了，我有一点可怜他，我早就觉得他没出息了。马后炮，我跟着不停地追，他一边叫着，哎呀，不要拖到我的车，老大，不要拖到我的车呀。这有什么好笑的，说来听听啊。一个个的走车又不见这么积极。陈青，哎啊，我作为人事部主任，站在公司的立场，凡是与公司有关的事我都要了解，这是我的分内事。所以到底怎么样，刚才他为什么说有交往？行，其实呢，我是不想帮他做事，这不合规矩。哎呀喂，哎，一会儿口供要一致啊。哎，行了，他们干什么？没事干，帮他。谁知道啊，他的车被人拖走啊，却向我发脾气。陈七，你太不对了。其实查理呢，他顾着做事，所以才叫你帮忙看着车的嘛。他不止这一次，每次都让我帮他干私事。哈，他这次惹祸上身，是活该有报应啊。哦。喂，我还没说完，你们就走了。一哥啊，有什么跟我说就行了。啊，那我说事实吗？哦，好啊，那我就跟你说事实，一会儿呢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惹祸上身啊。 OK， 我们现在呢继续刚才那个话题，就是关于查理所说的娱乐招待费，是吧？ Hugo， 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作为 marketing 的代表呢，我是为了公司要跟钱董他搞好关系，所以才跟他玩 show hand， 才会收钱，所以我觉得这种是必要的支出花费。买跑车也是必要的支出花费啊。哇，这一击咬得够狠，活该他车被人拖走了。是，我的车是被拖走了。所以 Hugo， 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赎回那辆车，不然我太丢脸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其实呢，对于公司来说，有员工被人公开糗呢，不多不少都有些负面影响哦。所以说嘛，我也不想说呀。那个陈七啊，不止害得我被人拖车，还到处求我，竟然把照片放上网。喂，这帖子是匿名人放的，你怎么会一口咬定是陈七啊？啊，不是他，难道是你啊？不会不会，一定不会是阿妹放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拍的那张模糊多了。什么呀，我作为 marketing 的 manager， 我这样被人求，以后哪还有脸，我怎么代表公司见客户啊？那你想怎么样啊？啊，这次呢是应该出公司的账的，我有钱把车赎回来，整件事是一场误会，我有面子，公司也有面子喽。哎，是啊。哎，你不是吧，查理？你没这么大的头，就别戴这么大的帽子了。你不知道是怎么赚的钱，就买了辆你根本开不起的跑车。现在车被拖走了，你又想从赌桌上赚一笔，没想到你输了，却想公司为你出公账。我陪钱董赌钱也是为了公司好吗？你第一次出来应酬啊？你输钱有关公司事，那？你输得了100万呢，就表示有机会赢100万了。如果你赢了100万的话，你会不会交给公司啊？我这么说在不在理啊？哇，洛丽塔咬得更狠了，多好看，他们现在狗咬狗。我赢不了是不是关公司的事啊？为什么会赢不了啊？钱董他玩 show hand 的时候用了一种很特殊的手法。什么什么特殊的手法？他是老谢的。哎呀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钱董他玩牌的时候啊，用手提电话发讯息作假吗？人人都看见了，因为他可能投资我们公司，才没人拆穿他吗？阿妹啊，跟黑狗都看见了。啊，是吗？
原来钱董出千吗？我没看见啊。我跟 Hugo 一起赌还赢了6万多块，如果出千怎么赢他钱啊？孙淑梅，你是不是在装蒜呢？你觉得钱董会为了您那110万而出千吗？光是那个永不倒的倾斜的 project， 他都准备最少投资50亿了，你那一点只不过是9牛1毛。那我很少觉得洛丽塔说的对，我这次真的完全认同他。本来我跟 Hugo 玩得好好的嘛，是你自己抢着要玩啊，是你自己贪心嘛，输了钱又想让公司为你扛。那孙淑梅，你不要胡说啊。 Stop Charlie。 第一，你是公司的 marketing manager， 你的工作是负责应酬客人，我不理你用什么方法跟钱董赌钱，但是你说人家出千，人家说你诽谤，会告公司的。现在关上门，我当没听过，也当你没说过。 understand？OK，OK，OK，OK。刚才你说什么？娱乐招待费是吗？李经理啊，是。你身为人事部经理，公司有没有规定说赌钱可以报账的？报账，这种事其实是有一定弹性的。那李经理，你结结巴巴犹豫什么呀？你应该很清楚，公司有没有很明确的指引呢？公司是没有这种规定的。那就行了。第二，你的车被人拖走本来是你的事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对内呢你是公司的高层，对外你要保持自己的形象。现在你被人那么说你，你要好好检讨一下啊。好，说得好。我要知道谁放我的照片上网，他就死定了。咦，就好像查理自己说的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哇，比我还有水平。你们两个身为公司的高层，这件事对公司的负面影响是很大，我决定出 warning letter 给你们两个，好自为之。不是，我今天 close file， 这件事就这么完了，散会。Hugo， 你能不能留一下？我有点话想跟你说。OK。Michael， 你先走吧。哦。Lolita。Michael， 你不是后悔拒绝那蜘蛛精了吧？什么事啊 ，Michael？ 我明白了，我不会再误会。总之呢，我们俩只是同事关系。Yes。同事，恶斗恶，为何艳羡怕恶？各有各，为何偷偷射博？赶赶赶 ，OT 已经天光，困于电脑房，未尽声有用么？看看我，就连鬼都怕我，放飞刀，为何天天要？为何艳羡怕恶？各有各，为何偷偷射博？